家好，我的梦想是发明一款喝茶神器。三年前我就研发了第一代喝茶神器，没错，就是这个，直接将茶叶放入我精心设计的容器里，将容器含在嘴中，然后将水壶里的热水倒进去。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。一次失败并没有让大爷就此放弃，他研发出了第二代喝茶神器，就是这个。为了让茶变凉，我特意增加了吸热管。来，我给大家示范一下。这款改良升级版的喝茶神器究竟能否成功呢？哎呦妈呀，疼嘴啊！两次的失败并没有击垮大爷，因为他研发出了第三代喝茶神器，就是这款喝茶梦。为了让茶水变凉，我大胆地将吸热装置延长。第三次的研发发明到底会不会成功呢？虽说事不过三，但大爷还是没有放弃，他研发出了第四代喝茶神器。没错，就是这个。这回我将吸热装置延长了2倍。第四次的实验挑战究竟能否成功呢？经历了四次实验失败后，这位大爷携手第五代喝茶神器再次归来，就是这个喝茶气球。这次使用了大量的氦气球，这样就不用担心上升装置会掉落了。第五次的实验挑战，他能否一雪前耻呢？您的执着令人钦佩，把喝茶的方式还是简单点吧。